得不承认，在大海上的六个小时没有一秒钟没有怀着对死亡的恐惧，因为没有一秒钟不渴望的赶快上岸，赶快上岸，我要活着，我要活着，就动物那个本能被激发到了极限了。就是在面对大海的波涛的时候，在面对社会上的社会世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航向。用我们脚蹬那个脚踏板的时候，我们身后就有一个小小的螺旋桨一直在转，只要它在转，它就在向后推水，而水也一定会将我们推向我们想去的地方。前面完全看不到海滩岛的任何东西，我们一定不能停止。中间我们交换了好几次，大概四五次，只要我们停下来，也是我们最恐惧的地方。一是担忧从座椅上掉下来，二就是担心我们失去我们的方向。只要我们停下来，马上就会被大浪打成90度，就以我们小船指向海口的那个方向。深刻的反思和检讨，我觉得像类似的挑战活动，我肯定是不鼓励大家轻易去尝试。在我的意见里面，就是有两个人，至少两个人，或者是有后勤科学的周密的保障之下去完成。任何一个个人去完成，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。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站在岸边的任何一个老人、孩子，或者男男女女，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心有所爱。你最渴望、你觉得最美好的东西，一定要保持你的热爱，一定不要随波逐流。